元春二十年擂主争霸赛第十一场比赛战果揭晓，老牌擂主曲月星一曲《秦雪梅吊孝》情动全场，率先晋级。金奖擂主于艳萍的河北梆子大灯变酣畅淋漓，被众评委推荐晋级。同样是金奖擂主的张浩却没能笑到最后，被淘汰出局。红脸王传人王振强、曲剧好手乌宝彤顺延本场，把握那个长短，让我想象那个完美的程度能呈现给观众，我就 OK 了。说实话，我从来就不怕比赛。这一次来就没有想着是一开始就晋级，再唱一段给大家。既然来到这儿了，就不会怕输。这儿能给观众朋友们演唱，我觉得很开心。不管分值高低，只要把戏讲好都。有请主持人庞小哥，官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福星药业冠名播出的元春二十年擂主争霸赛第十二场晋级赛。我们要感谢玉冠中金、黄金珠宝对本栏目的独家视频提供。哎呀，今天现场聚集了众多的热心观众，来为我们的明星擂主们呐喊助威。欢迎河南省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的朋友们，大家好。丰德存麦一号周口豫北的经销商朋友们，大家好。安阳三岔神经医院的朋友们，你们好。瑞吉集团郑州瑞吉医院的朋友们，你们好。焦作市地丰肥业云通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哎，欢迎一下所有的热心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晋级赛已经是第十二场了，台上我们的明星擂主唱得精彩，台下我们的评委席也是星光熠熠，妙语连珠啊。同样让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今晚的四位评审老师们，欢迎各位。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又有两位明星擂主成功晋级，有一位告别了舞台，当然还有的明星擂主在本场比赛当中将要继续迎接挑战。好戏开演了，通过我们的短片认识首先出场的明星擂主。上一场比赛我唱的是十五贯选段，我认为是在李元春开办以来我参赛唱的最好的一次。这一次来到李元春二十年争霸赛，现在我展示到观众面前的是，我精神好了，身体健康了，我唱腔比以前唱的好了。我的目标就是第三次进入，多展示一次，多给观众见面。在了这年里
管职啊，再提三提，全子包剪赐给你，再换满朝文武之恶，你的父非要往他欺压你，我们的兵见王我分的好比，这宫里宫外宫里宫外上里下边人民群众要决定，咱朝的为何我儿呀，你的父太爷不恩呐，他把你怎恩王振强，擂主争霸赛的第二场比赛，终于把老师的看家戏给拿出来了。大金枝唱得好，颇有刘老师唱腔的神韵。我有个顺口溜啊，说三天不吃馍啊，得听听六种鹤。这老百姓多么喜欢刘老师这个唱啊，特别有群众基础。河南老百姓就没人不会，谁会？观众朋友谁会唱？还真有不少。谁会？谁会？我去。声音放着啊，来，预备。有位王，那个捉江山。看，鼓掌。太好了。这一点招一个观众。还有一个大姐，来，大姐唱两句。大姐搁哪呢？来。哎呀，来，哎呀，唱一句啊，嗓音一定要漂亮。来，一二三，走。啊，有位王，那个来捉江山呐。好，你可以回来了。不是，我不明白他刚才唱的对吗？对，那我也会。你回来，有位王，那个捉江山呐。就是说有多少人随便抓一观众都会，然后我还当时一下就学会了一句连升三级，耶耶耶，我还回唱这个。我们集体唱一下，有位，我看可以。预备，一二三。走，有为王，那个捉江山呐、非容易，哎。好，希望你这场能拿个好的成绩。谢谢。咱看看观众怎么打分，各位。来，请打分。王振强，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7分。哎，谢谢。来，通过短片认识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明星擂主。我是2011年4月份参加了李彦春，通过初赛和复赛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走到年终终极赛，获得铜奖。打完了之后，咱们李彦春剧组陪同我衣锦还乡。那个时候，就像过年一样，敲锣打鼓，放鞭炮了。房顶上、屋子里边、院子里边都是许多人，那种热情让启东想到把这个戏曲唱得越来越好。是爱戴武，心里。
今年我也是青乌更大黄昏，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受日挨冻，也想多赚钱。很早啊就自己出来求学学习戏曲，在郑州一个人，直到回去以后依然是一个人。为什么呢？父母为了整个家庭都到了河北石家庄，在那里打工。 对， 对，打工供养家庭，供他上学，也真的挺不容易的。启东，通常情况下家里人要多长时间能够团聚一次？一年来一次，不管开始打猎的时候，学习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外边闯荡。毕竟我的家人都不是干这一行的，但是我的父母都是非常热爱就是文艺的。每一次就是比赛的时候，看到别的选手，然后有那个家长陪同，心里挺酸的，那个酸劲挺那个啥的。希望家里人能够像其他家人一样来到现场来支持你在舞台上比赛，是吧？对。今天这样好不好？你喊一声爸，喊一声妈，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喊出来。那，你试试看。爸妈在哪里呢？能不能喊出来呢？我们看看，来，走上舞台吧，爸爸妈妈。启东真的不知道，在此之前爸爸妈妈一次都没有来过梨园春的现场。不管什么决定啊，不管他想干这行，都是他自己在外边闯荡。我只能在外边为了这个家庭啊，在我这不管他挣钱供养他，就这样上学呗。做个小买卖、这个、你告诉大家你们在河北的石家庄做什么？我们在河北石家庄在那修电动车的，在大街口上。其实刚才启东也提到了，说你们啊在心里边也有一个艺术梦想。是啊，你给大家唱几句吧、啊、今天难得的机会，嗯，好不好？好，来唱几句。为救故今天启东再一次站在了梨园春的擂台上，而且是我们20年擂主争霸赛的舞台。
父母应该说心里面蛮欣慰的吧？心里挺高兴的。特别高兴是吧？妈妈高兴不高兴？大声的告诉我们来。高兴，特别高兴。全家这么朴实的一家人，这么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这么对戏剧热爱的一家人，我有心的为您祝福，祝福你们永远幸福美满。我特别敬佩你的爸妈启东，他们可能读书读的不多，但是他们有一颗热爱戏曲的心，他们也有很多梦想，希望儿子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你的爸妈很伟大，希望你赶快成长，孝敬你的爸妈，希望艺术之路越走越宽广，祝福你启东。谢谢谢谢范老师，谢谢。我有两个梦想。两个梦想啊。一个梦想呢是想拜贾文龙老师为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想成立一个自己的艺术团。我想问你，你第二个梦想想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团，对吧？对。那你也就是说，你从此以后你的从艺道路就是这儿演一趟出，那儿演一趟出，自己有个艺术团，这儿演一下，那儿演一下。是你拜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提高自己。也就是说你不想唱正戏大戏，对吧？其实我也想，其实要是说演大戏的话，潘长江老师您也肯定看到了，我的个头也是有一定问题的。我说的就是这个点。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瘸子面前说短话，净说实话。我问你，你1.3米？我1.6米，六多点。你1.6米，我也1.6米，咱俩比一下来。他1.6米，其实我也1.6米。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意思，潜台词就是说，咱俩的命运是一样的。我到了剧团，没到3年，我爸送我一句话，我把这句话送给你。我爸说：“儿子，你要想在剧团有饭吃，你就学丑，演小花脸，有你的一席之地。你在剧团，包括以后，你就会有饭吃，你会饿不死。但是你要想做梦演小生，你就没饭。那是在戏班都讲什么？有饭没饭嘛？有没有戏饭嘛？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你说你想成立一个自己的艺术团，这儿演出那儿演出，这么演没有问题。当然你喜欢老师的唱腔，这也没有错。我相信在河南也好，在全国也好，能演丑的、唱三花脸的、能站在舞台中间的，都没有一副好嗓子。因为你这嗓子又真的演一个豫剧的小花脸丑，我觉得特别漂亮。尤其你的体型多喜剧呀，对不对？所以说咱呐就别做梦了，去演那个村长、村主任，哪个英雄人物、哪个党员的村长让咱俩这体型去演，演也不像，演也像匪兵甲，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你记住，我应该管你叫孩子，咱们岁数应该差不多是吧？对不对？对的。你这就算是我的孩子，所以说我这样的，我好心好意告诉你。启东啊，这真是你，这要是我，我都先问潘老师，你想让我拜你为师，还是你想当我干爹？咔嚓就来，要不错过这村给你垫了。哎，快呀，两快呀，不，两码回事，两码回事。因为我现在不唱了，我不唱，不我早唱了，我已经35年不唱了。你让他入路了呀，你让他入行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让我丑了，他这副嗓子真的白瞎了。豫剧名丑，是啊，潘长江的学生。哎呦呵，哪有，我别提。开什么国际玩笑？豫剧名丑，潘长江的学生。表演是京剧啊，这哪儿跟哪儿啊？表演是京剧跟评剧、啊。不行不行不行，启东，别听他的啊，他是忽悠你呢。记住啊，就是如果想唱正戏，咱没饭，咱没戏；如果想唱大戏，唱正戏，唱腔跟你师父学。但是我觉得从表演，从身段，还是找一个好的一个豫剧小花脸学。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前途，很有发展。好，谢谢干爹。这立马就叫上了啊！哎，潘老师，认了啊！
来照一个全家福，哎，全家福。潘老师，你得请客呀！今儿你在这十一个这么大板小子，这谁有您收获大呀？今儿这李元春来着了，白捡个儿子啊！那个潘启东啊，不是什么潘启东，这找金不换啊，拜他当名丑。行吧，我觉得他提这个特别对，去找金不换，不，这是军儿的意思。你唱腔有个师傅，表演又有个师傅，身段有个师傅，对不对？对，这是范军儿。我觉得多俩师傅，你还有个干爹，你怕啥呀？哎呀，你来着吧你。对，没关系，是不是儿？是不是没结婚呢？没媳妇呢？没有呢。现场有没有没结婚的小姑娘？谁愿意给我当儿媳妇啊？有没有？范军说的话我特别同意，现在抓紧时间挣点钱，好好孝敬你的父母。我跟你的父亲母亲一握手，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谢谢谢谢范老师，谢谢。好了，爸爸妈妈来给启东来拉票，我们一起来说打分开始好不好？来，一二三，请打分。402分，对吧？我们祝贺一下，祝贺这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好不好？永远幸福开心，加油！谢谢谢谢，启东加油！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李元春20年擂主争霸赛第12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要感谢玉冠中金黄金珠宝对本栏目独家视频提供。朋友们，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下一位出场的明星擂主。我叫霍宪昌，是延安市人，在去年李元春打擂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高兴，使我对曲剧啊更热爱。我就忍痛割爱吧，把我那拾金不动瓦的都给转上去了，不再装了。在朋友介绍下，在俺延安市剧团当了一个临时工。虽然说工资不太高，经济上不是太好，但是我感到我心里非常的高兴。我感觉着李虎的脑洞吧更接近乡土气息，更容易让这个观众接受啊，尽最大努力去唱，把戏唱得更好一点。满腔的怒火，你瞧把这秋老老实实一点不卖，我这慢慢的对你服。我家住李家村，都叫我李福子，我的名生活，家里边也不缺吃的，可也不缺喝，哎，我可就是缺少喝。
当家的老我婆，我求求你啊，孙儿姐，咱们将就着活吧，我情愿当丫鬟把你这伺候着。你们俺李家生个子爱结个婆，别叫李家端眼红，你想看上我门上，你想吃上我的家杂货，我把你当菩萨。我来敬中啊，我的孙儿姐呀，大家说郭先昌唱得好吗？哎，我真是觉得他进步挺大的。他演的就是李豁子，就是也是一个类似丑角的人物啊。这个外丑心里美，因为是个豁嘴儿，所以你听他在处理这个声腔的时候，你还能听到，因为这个豁嘴儿，他要有那种跑风的声音。他也能够唱出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还是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啊。郭宪昌这个发型大家特熟悉吧？他是去年到我们乐声打擂的，哎呀，这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发型，所以，所以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外号，你给大家说，这个周围的乡亲们都怎么叫你的？都叫我冬瓜头。哎，因为为什么叫冬瓜头呢？一个是这发型，你看锃明瓦亮的哈。然后另外呢，这个郭宪昌呢来打擂前，他地道的一位农民朋友，自己种了十几亩的冬瓜，爱在那个冬瓜地里唱戏，头这模样越长越像冬瓜，对吧？不种冬瓜了？啊？怎么回事啊？该长戏了，枝也长戏了。哎呦，什么情况啊？这冬瓜都不种了？啊，就是在去年李元春打罢擂之后啊，我们当地一个偃师市曲剧团几个领导一看，咦，这小伙子嗓子可以啊。就通过朋友介绍吧，我现在在我们偃师市曲剧团当了一名临时工吧。哦，从一个种冬瓜的专业户到职业的一个演员，生活的变化这一年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吧？变化很大，在我刚去剧团时，偃师曲剧团的时候啊，俺爱人十分的不理解。他说：“宪昌啊，你看咱当临时工一个月就挣1000多块钱，咱个家。”种的虽说辛苦点吧，但是咱比那挣钱多的太多了。我说你看，你只要教我唱戏啊，咱东王地租出去不说了，我一个月只剩50块的花钱，剩下钱我全给你。俺爱人一看他也拗不过我吧，他说那就去你去吧，我在家会好好的照顾孩子。今年2月份吧，我去偃师曲剧团到米县那个演个20天戏，演了去之后呢，我就打了个车回家了，一开门，哎，家里没人。哦，媳妇不在家。媳妇不在家，我说孩子，那妈妈嘞？俺妈妈就走货去了。我说那妈去哪走货去了？俺妈去一个帽子厂里走货去，打工去了。当时听说，哎呦，我说呀，虽说我和爱人在家种地，虽说辛苦点，这些年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工。当时我心里特不是滋味儿。正说着说着，俺爱人推着自行车也回来了。当时一进门啊，我是好多年都没流过泪了，当时是热泪盈眶。什么叫做知冷知热结发妻啊？俺真得好好谢谢你这好媳妇儿啊，给媳妇儿说句话吧，好不好？今天应该知道你还打了一定在家里看节目呢。今天我太对不起我爱人了，叫你辛苦了，你太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干，好好干。我想，其实此时此刻对媳妇儿最好的一种安慰和回报，就是把今天这个擂打好，把今天这个戏演好，好不好？郭宪昌啊，真的是一个演戏的好苗子，不仅唱得好，而且特别会表演，尤其擅长那种喜剧的角色啊。怎么样？咱们再让郭宪昌表演一段吧，这可是我们郭宪昌的长项啊。好，
我点了一出戏吧，回门儿，是一个喜剧的折子戏，也是一个丑行的戏。啥子回门啊？就是你就演那个啥子。这四个评委，你挑一个媳妇儿，你挑个媳妇儿，就让焦香玉老师吧。行了，哎呀，你太有眼光了，我觉得你俩真的太般配了，真的。好嘞，行，来，您再找个那个，要不让你媳妇儿给挑个老泰山吧？你给他挑个老泰山，你看是潘老师还是范军，就这两个挑一个吧。潘老师，潘老师，不，你太像泰山了，你这泰山压顶不弯腰啊。行吧，阿姨，你都这么像泰山了，那就来吧，去吧，走了，去吧，来，好戏开演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咱先搁这练一下。你见俺爹，你叫啥呀？我知道，见俺爹叫哥嘞。咦，真是说你二，去年都叫哥，俺爹都不让咱回去了，今年不能叫了。记住啊，叫岳父。爷父。岳父。萝卜。你咋娶我了？那你那个那玩意，你叫爹。这个简单，叫爹。对，中，记住了，叫爹。好，记住了吧？记住了。好，走了。走了。好嘞，爹。爹。哎呀，我的乖妞回来了。回来啦，俺回来看你啦。是不是你自己回来了？咦，那我自己能回来？那个人自己搁在家里回中，我带着那个傻女婿嘞。啥呀？你给他也带回来了啊！我给他也带回来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再让那鳖子回来了。哎呀，那咋咋了呀？去年，他给我拜年了啊。谁知那鳖孙孩儿，他弄了一挂鞭炮，他一下塞到我的被窝里头了。咦，蹦到哪儿了呀？咦，崩的地方不好说呀，崩到恁爹的屁股蛋儿啊！哎呀，我的天哪，爹呀！然后现在还疼呢。哎呀，那咋会崩到这儿了？那谁让他往被窝里扔了他？就是，不过他去年他叫了不好，今年他一见你他有进步，要不你一会儿听听，他直接都叫你了。你说今年惊喜多了？今年惊喜多了啊！爹，这都是你说的惊喜多了，差点没给恁爹我栽死了。他不是不叫你，这要出人命的呀，这要出人命的呀。摔住了没有啊？摔住他娘了呀，脚里。摔住哪儿了呀？摔住我的屁股蛋儿了。咱又摔住哪儿了？哎呀，这真是爹呀。旧伤痕上有天，新伤痕呐！哎，老丈人，你趴一边去吧你。趴一边。老丈人，老丈人，谁是那老丈人呐？那老丈人是骂人的，你不这？老丈人，老丈人。那我们你叫啥嘞？你叫岳父。岳父。嗯。老丈人。我的那个乖乖呀，你这货样子不咋着，原还得俩支撑呀啊！哎呀，哎呀，这孩小时候吃啥吃错药了？这是就是净瞎说，搁家不是练好了吗？嗯，我都不能看见他那膈应人的眼。爹，哎，你看，这还差不多。哎，刚才我你啥时候学会跑了？我生下来都会跑，我几十斤了，我连跑都不会呀。去年我来给你拜年嘞，我见你弄单子包着，被子裹着，搁那床上。你趴一边去吧你，你准备收拾收拾，我单着还困着。啥东西你这是？那你说你学会跑了，我也跪着了了。哎，这还差不多，会拜年了。哎，啊，好啊。
今年真是说景气的呀，奶奶给我要钱花了。对呀，中，哎，高兴，给俺多掏点，别说那老便宜。他一点都不傻呀，他光往里迷呀，他关键时候都可清楚。哎，中，给你个大票，你认识不认识？嗯，中国银行新出的票，给花吧。咋了？我说老丈人，说吧。头一张大爷都亏死你个丈人了，头一张都大嘞，他还嫌小嘞。他嫌小嘞。中，头张大嘞。这个昨天给银行刚给你取了新票，给打不打？哟，花吧。哟，找啥来找？就看看假不假。假啥假？那里头有水印，你没看出来？哎呀，你看你我缺死了啊！我咋缺你了？咋缺我了？去年弄来张比这还大嘞。我半年多我都没花出去。为啥嘞？最后弄明白那钱是上费用的，跟你说。你真坑爹。这张差不多怪大，八成是真的。我缺不死他个乖乖儿。那一毛钱。咋回事？给这儿，给这儿。乖乖，那家空调真厉害，给钱吹跑了。这张，哎，咋了？这张咋了？这张钱是你要还是我要啊？这你不要？啊，我你不要，我要。别黑。哎呀，真是，哎呀，又坐这儿了。行了，你怕我都弄不过你，我拍死你个账！你傻家伙，你是我不高兴。算了。哎呀，今天这节目真热闹了。你看刚才潘老师说白捡个儿子，一会儿功夫呢，小香一评委又白捡了个傻女婿，这就算了。收一笔钱，从范老师和小田老师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塑造人物很形象。刚刚传的一个节目，你看看小香一老师，你看看范军老师那表演，把那个老这个岳父大人那个苍老的那个感觉是吧，拿捏特别准确。喜剧吧让人开心，还不能特别过分，其实这是特别难以拿捏的。潘长江评委给我们郭献昌点评点评吧。首先我觉得啊，郭献昌他的演唱是没得说的，他的嗓子那种穿透力，刚才一张嘴我就觉得真的天生一副好嗓子。你把那个喜剧的包括那个豁嘴那种感觉演的包括唱的是惟妙惟肖。谢谢。但是我再给你指出你的不足，刚才你演这个傻子，我觉得没突出你自己的特点，你有很多东西在模仿，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包括你的走路，我觉得有点像本山。刚才你的走路，对，特别像本山。我觉得啊，因为你自身本身就非常非常有特点了，你都不用演，一看就是个傻子，啊，不是，我说这意思不是，我你别笑笑啥玩意儿，你说呀，我说的意思没有那种恶意啊。你看你自己，你就悠胳膊那个那就是你自己，那就可以了，那就够了。再有你把那个傻子那种小感觉的东西没有演出来，因为傻子们有时候擦大鼻涕，那种感觉啊。完了还有那个不知道那个脸，就你记住啊，傻要看人呢，他一定盯着人家看，盯着人看啊。那个他不是那眼光不是游离的就不是傻子，你要记住这一点。傻子那小感觉应该是媳妇儿，他应该有那种比较对什么都不理解，他要必须问清楚，问清楚之后他回答的依然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下回的表演在这方面加强，你根本就不用演，你本来不是，加油！真的，你的唱段震到我了，非常非常棒。谢谢。不错，唱的好嗓子，但是你还会用。
你看你放的时候呀，打开马上会给他收，这个气息掌握的特别好，这是你的最大的长处，今天发挥很好，加油啊！今天最收获不想和我们名家艺术家啊搭档演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进步。来，喜欢郭献昌表演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准备好了，请打分。加油加油加油！现场观众为郭献昌打了391分，来继续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下一位出场的明星擂主。我第一次参加梨园春是在2010年擂台锦鸡峰的时候，然后得了一个擂主。当时也非常喜欢曲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很幸运的拜刘艳丽老师为师。前段时间呢，我非常幸运地参加拍摄了《李祥和的婚事》这部曲剧戏曲电影。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河南戏曲界名家的一个全家福。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指点，离我的戏曲之梦就更加近了一步，把我们曲剧走得更广，然后为我们王派艺术发扬光大。好来到啊！
想起那句话了，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哎呀，真的，形象那么美，唱腔也那么的美，难得这样的好苗子啊。眨眼这四年过去了，今年24岁了啊，进步特别的多，收获也特别的多，给我们大家汇报汇报吧。2011年我参加完咱们梨园春全年总决赛得了银奖之后，首先刘艳丽我老师把我给收了。哎呦，那可是我们曲剧的十大名旦啊。对，然后进了河南省曲剧团。哦，然后拍了电影，还有就是参加第七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得了什么名次？得了1等奖。哎呦厉害。还有吗？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你看，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新台阶啊，名师出高徒啊，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导和指点都对艺术的进步特别有帮助。今天啊，晋红娟来参加我们的20年争霸赛，她的老师也来了，来，我们有请艳丽。瞧瞧这师徒俩站在一起，哎呀，交相辉映啊。您先点评点评，今天表现怎么样？今天表现的我非常满意，曲剧唱的大家也听了，唱的还行吧。然后他那个豫剧啊、四平调还有歌曲唱的都非常好。哦，就是咱们曲剧有一出戏是王派的一个代表剧目之一了，《红楼梦》啊。对对对，《红楼梦》是王秀玲老师的代表作。哎，那么林黛玉有个葬花，对，然后正好呢，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有一段黛玉葬花，叫《葬花吟》，那歌特好听，大家特别熟悉。怎么样？要不然红娟你就唱电视剧那个歌，那个葬花吟，老师呢就唱王派的代表剧目啊，黛玉葬花的那个选段，咱们这个歌和曲剧串一下，哎，我觉得挺有新意。串烧，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花谢花。Thank you.
只有你们那么凄美的唱腔，把观众一下子带进了大观园中林黛玉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功力，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谢谢谢谢小哥，真的特别喜欢，因为这段表演我更喜欢金红娟了。你看她比赛的唱段是那个风雪配，她那会儿是那个娇俏的、喜悦的啊，期盼的那个马上要出嫁的新娘子，转眼间唱葬花吟，珠泪连连，就是那个楚楚可怜的林黛玉，特别的载人物。虽然是很小这个即兴的一个表演，包括他老师唱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傻站在那儿，一直在人物之中。哎呀，特别的棒，不敢大声喘气儿了，我得认真听。哎呦，你每一个小弯那都特别好处理的。红娟，她是一个天生的曲剧的美人坯子。舞台上特别有光彩，谢谢，特别有光彩。我突然想给我们省曲剧传承保护中心的团长提个建议，赶快排《红楼梦》，他演林黛玉，你演王熙凤，对不对，张富忠副团长？快点儿，抓紧时间把这个《红楼梦》讲的那老师给团长给你派了，快点从那戏剧学院毕业回来，还回河南，不能跑其他地方啊！河南还需要你，快点回来啊！今天听到刘老师的演唱，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曲剧原来是这么好听。我觉得红娟的刚才呢，整个的表现很俏皮，人物演得很可爱，非常非常棒。你是不久将来曲剧上一朵绽放非常绚丽的一朵大花。谢谢，非常非常棒，太棒了。五四三二一，谢谢各位老师，什么都不用说了，谢谢，这个分数就说明了一切。我不敢看，全场最高分413分。哇，谢谢。来，通过短片认识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明星擂主。对上一场的比赛还基本上满，但是他还是存在有紧张的成分。这场我准备拿卷曲筒后转唱完的一段唱，老白带我请一段。我分析了这场的五个选手，我希望我的分数应该是在徘徊在这五个选手的中间，因为这个段子观众熟悉，也不至于说被淘汰吧。唱好自己的段子，
上青叶庄啊，貌似绣罗赤老龙啊，藏啊我大难不死待活命啊，日后定报你大恩情啊。在我丹城喝了一你捧洒水喝了饭菜的手中衣服破了我缝补让你穿上一身轻老辈说到百年后啊陪马带孝去送终受这爱长艰难令我深深挖上一个坑吐朝夕我朝中安安稳稳买粪种你是碑和明星把你的后事都记清跪在坟前跪在坟前叫老白我再哭你一百声老白呀我的老白呀我让你千秋万代万代千秋千秋万代万代千秋刘美名刘美名啊可以吧，没有上一场紧张，上一场比较紧张。哎，我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放松多了。哎，这而且服装也不一样了。你还是准备提白背心吗？包括你今天一上来穿了衣服，那九儿哥说：“咦，他是连陈院吗？”他还穿了个低胸。这个不哎，哥，你还穿背心了？白背心？我穿背心，我领子高啊，我穿背心。谁穿背？我穿的是坎儿。谁也不许再提背心的事儿。就是从现在开始，哎，我明天也换个背心白西服很耀眼，啊，很帅气，显得那个宝通很帅气。这个红领子翻的有点就是有点我说不来，有点像80年代那个，那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个年代，好像那个年代那种感觉是吧？这个就像费翔老经常穿的大领子露出来。我觉得，但是蛮有个性的，蛮有个性。我觉得比上一场的服装好多了。胡宝彤，刚才整个的演出表演，我觉得整体来说很完整，没有什么可说的，非常非常好，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场真的比上一场松弛。没得说的，今天唱的这场特别好。对，谢谢。今天唱的真是好，声情并茂，服装也选得很得体，希望观众打高分啊！好，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大家做好准备，各位，请打分。胡宝彤，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80分。谢谢宝彤。啊，谢谢。来，休息一下。接下来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抽取现场的幸运观众。5、4、3、2、1，零。7排30号。7排30号哪位？哦，很幸运。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的明星擂主助阵加油！谢谢，谢谢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年擂主争霸赛》第12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要感谢玉冠中金黄金珠宝对本栏目
独家饰品提供。我们今天场上的五位明星擂主刚才在舞台上已经完美呈现，让我们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把他们请回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看他们目前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靳红娟，413分，祝贺靳红娟直接晋级，祝贺靳红娟。好，我们再来看排名，顾宝彤380分，落后一点点。宝彤啊，要给大家说再见了，你给大家说几句话吧。我首先衷心感谢李元春给我提供这么大的舞台，让我为观众们演出唱戏，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确实不错。谢谢，也谢谢，谢谢你留给我们的美好。李元春的舞台永远向热爱戏曲的朋友们敞开，我们相信还有机会再次站在我们的舞台上，期待着你。场上现在还有三位明星擂主，通过我们四位评审合议来确定一位晋级者，究竟哪位会被四位评审推荐，我们来等待最后的答案。我们四位评委一致推荐